这个就是我研发的空气发电机，啊，现在是可以正式的个发电。我呢叫胡国忠，是河南省呢固始县人。从小的时候啊，我就喜欢这个搞这些小发明。后来呢，到军队里边呢，帮别人修过这个坦克柴油发电机。后来到江苏这边呢，修工程机、修汽车呢，挣到一点钱。因为中国的能源局势摆在这里，用电很大，包括我们老家它是三天两头停电。你需要电的时候没有电，不需要的电的时候它电来了，很令人头痛。那我就是开始有一个梦想，想研发这个一种发电机。那个传统的发电的话呢，他们都有很多的弊端。第一个，风能发电呢，它风大了不能发电，风小了也不能发电。发电呢，而且不能直接运用。这个火电要烧煤，对吧？烧煤有严重的空气污染、环境污染。第三个呢，你像太阳能呢，占的面积很大，发电量很小，啊，不够用。后来我就在想，能不能用空气发电？从那个2012年呢开始，自己研发了一个这个空气发动机。开始吧，那个精度做得不好，发电要么低了，要么高了，要么赫兹不对，还不能直接运用，那只能当废品呢扔掉。做了很多样机，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，搞了精疲力尽，那是一肚子苦水。那么这个钱呢是消耗的也厉害，没研发这个空气发电这个时候，那日子是很风光的，就开这个热水器这个厂，还有这个纺织机这两样，每一年弄个60-70万块钱嘛，啊，全部都赔到里边，这个厂也搞倒闭了。房子嘛也卖掉了，车子也卖掉了，这个钱全部搞进去了。7年下来呢，1000把万损失掉了，一头的黑发搞成白发了。最亏欠的是我老婆儿子呀。啊，按道理讲，我这个年龄对吧，应该给他们一个很安稳的一个家了。啊，结果被我败坏掉了。当然，医生嘛就爱好着搞发明啊，搞这搞那的。我理解他，人们总会有个理想嘛，是吧？人的一生，你说没有理想哪有奋斗啊？是吧？哪怕租房子也好，住个草棚也好，反正你不管怎么，你到哪我到哪，反正你有饭吃我有饭吃，是这样。我妈以前上班一个月就挣不了多少钱，我这么大了也没有给家里面托多少家用，是吧？都是我爸一个人在努力，这么多年了就得靠他一个人。所以说呢，经过这个几年不断的实验研发做出来了，7年下来大概有上万次实验了。那么这个原理呢有9个部分组成，那么最核心的那就是我要用风能空气压缩机。因为这个外在这个条件呢不允许，那我就来用这个模拟风力那个空气压缩机。那这个模拟的呢就是那个风车，这个就是风力空气压缩机。这个空气源经过储存这个储气罐里边，保持一个呢平稳的那个输出到我们这个空气发动机，从这里进去进气进到那个空气发动机之后，那么就是经过这个变速箱到这个发电机，那我们就可以发出那个平稳的电流。那我现在呢就是开这个空气，是发电是真实的。那么我这个电可以最低的按照国外的电器我发的110伏，按照中国的电我220-380，发出一个标准的电流。这个机器呢是研发成功呢办的专利，现在空气发动机啊做的是小的，那可以无限制的做大，建发电站也好，私人用也好，这个成本是最小的嘛，比建什么水坝发电投资呢它也是最少的，而且呢是空气发电，不在于风的大小，不在于场地，而且呢它没有任何污染，发电用的是空气，排出去的也是空气。最大的优点呢，你这个空气可以循环利用，排出来的空气我经过一个装置再回收一部分。晚上你夜间你都睡觉了，这个电它用不了嘛，我可以
用那个压缩机打气，也再回到储气罐。这个呢就是那个风力发电机，它呢是用那个风能拖动发电机发直角发电，经过蓄电池储存再升压到690伏，跟国家电网并网。那我那个空气发电机啊，跟它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是3叶，我的是2叶，我的呢是带动空气压缩机，它这个柱子呢，我就是我代表我那个储气罐，我最大的区别就是，它的这个储存的是电，我呢是蓄的是空气，我的呢就是在没有风的情况下，只要这空气储存在里边，空气正常可以发电。我这个空气发电机呢，最适应的就是风大一点的地方，比如说那个沿海边上，那个山上，城市里边你装在房顶上面都可以，空气压缩机也可以单装，织布厂啊，喷气织布，它都可以直角用这个风力打气织布了。你发电也好，你就是专门用这个气体都可以嘛，它的用处很大的，很广泛。我这个呢，空气发电机呢，现在研发的很成熟。如果说呢，政府有兴趣，我可以奉献给国家，让老百姓享受到无污染的环境、青山绿水的美好家园。你最起码也体现了你这个人生价值嘛，对吧？你人活在世上也不能考虑自己嘛。我一直讲的，我也没有想发多大的财，但是我在想，能为这个人民做服务做事，这才是我的最终目标啊。